有请主持人蒋昌介。世界的最强大脑在哪里？你的天赋就是人类的财富，最强大脑六个河道，欢迎收看由核桃乳领导品牌六个河道独家冠名播出的最强大脑。在这里我们要让智慧飞扬起来，我们要让科学六个河道最强大脑，最强大脑由核桃乳领导品牌核桃独家冠名播出，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要旅游找途牛，牛人专线品质游。节目首播期间呢，打开微信摇一摇，途牛现金红包领不停，看最强大脑选牛人专线。观众朋友在抢红包的时候呢，也可以参加最强大脑模拟挑战，也许你就是下一个最强大脑。那么今天呢，我们就进入到了中外 PK 赛的第二场，中国队对战英国队。上一场以李威为队长的中国队3-1有惊无险的击败了德国队，实现了开门红。但是大家不要忘了，去年李威所在的那支中国队伍是以1-3惜败给了英国队。今天这支英国队会拱手让掉胜利的果实吗？卧薪尝胆的中国队会在这个舞台重新折戟沉沙吗？让我们用掌声和尖叫声欢迎今天的所有挑战者。让我们欢迎英国战队的队长本·弗里德莫尔。I'm Ben Pridmore, three-time World Memory Champion. I'm here to lead Team Britain to victory. 接下来，数字之王，罗伯特·方丹。I'm Robert Fountain, two times World Champion in Mental Calculation, and I'm here to defeat Mr. Lin Jendong again.超能小绅士亨利波尔。 I'm Henry Bowl. I'm a young British record holder, and I'm here to get vengeance for my mentor. 神奇骇客马罗奈特。 Hi, I'm Marlo Knight. I'm the current UK memory champion. I'm looking forward to this contest. May the best person win, as long as it's me. Go, Team Britain! 哎呀，来，我们欢迎中国战队的队长数字怪杰林建东。英国队大老远过来，不好意思了，要让你们失望了。But anyway, let's do it. 光点魔法师苏清波。去年我们输了，不过没关系，今年我会让你们加倍奉还。好，光影控梦者申一帆。我的字典里没有输这个字，今天也不会例外。一二三 ，Let's win！ 海澜之家为中国战队加油。那么还有一位嘉宾是我们中英 PK 赛的国际评审，我们 Thomas Albright 教授。美国索尔克研究所研究员托马斯教授是美国索尔克医学研究所研究脑科学视觉研究中心的主任，杰出的神经科学家，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与美国艺术与科学学院院士，专注研究大脑对于在感官与意识行为中所起到的作用，还利用自己的专业负责甄别证人在法庭上的证词是否有效。有关脑科学在法庭上的应用，是我告诉大家一个消息，咱们最强大脑的选手啊，在帮助警方破案，用他的特殊的技能，现在案情的侦破已经取得了重大进展，我们想等这个案破了以后，我们把这个好消息告诉大家，把所有的细节可以公布给大家，这可能是中国最强大脑战队对我们社会做的一个直接的贡献。哎，好，这场比赛还有一个与众不同的地方，英国战队是有4名选手，而中国战队只有3名选手。我们请中国战队的队长林建东给我们一个解释。曾经有队员希望加入我们中国队，不过林建东明显的还是少一个席位。我非常希望能够再一次证明我的实力，加入中国战队去迎战国外选手。我们可能有队员可以出战2次，所以对不起，袁墨。大家听过木桶原理吗？我不希望在我们中国队里面有任何可以失败的因素，所以我们现在只有3个队员，
我相信我们足够有足够的能力可以应对英国队的。好，在去年的德国战中，王峰其实以一对二，对，而且他都赢了，对，所以我还是觉得我们今天，从理论上来说，不存在任何弱点。好，多个多位非常有信心，桃子。但是我比较担心的一个是，那个连续出战的选手，他是不是两个项目是连接的比赛，接连的比赛，那可能会非常的累，对，那最好是他能够跳开休息一下。排兵布阵到底是怎样的呢？请问一下林建东。我要首先看看我们现在这三场比赛队员的结果和表现，然后再决定最后一场到底我们哪个出战英国队。第一场非常非常的重要，林建东，谁来主战第一场？你告诉我。第一场我打算由我来做，身先士卒啊！哦，英国战队即将出战的是数字之王罗伯特·方丹。My name is Robert Fountain. I'm a nuclear physicist. My power of reason helped me win the Mental Calculation World Championship twice.With my powers of observation and deduction, no clue escapes my eye. Like Sherlock Holmes, I perceive the fine details that others miss. But Sherlock Holmes is fictional. I am real. I've heard that my adversary, Lin Jendong, has prepared for 12 whole months in order to try to defeat me. Now he's passed the qualifying challenge. I look forward to another great contest.And the same outcome.数字怪杰林建东，去年中英大战以数秒之差败给罗伯特。输？我冇输到啊，我已经赢咗我自己啦。第三季首战，队长之争，他实至名归。再战英国，舍我其谁 ？Robert， 你即管睇住嚟，今次我一定赢你。我会带领全新嘅中国队一试前耻。两位其实都是这个舞台上的老朋友了啊，当然客从远方来，请您呢给大家做一个自我介绍。I'm Robert Fountain. I'm a physicist and mental calculator, and I'm very honored to be invited back to Nanjing, to again, challenge, Mr. Lin Jendong on the best TV show in the world. 哎呀，好，大家好，我是林建东，是中国队的队长。这一次我要带领中国队把英国打败。林建东，我就想问你个问题，你作为队长少一个队员啊，这个本身就处于人少，今天你有没有压力？压力肯定有的，不过这一次我必须带领中国队打胜。如果今天我带领中国队输了，那么我以后再也不参加最强大脑啊！我作为中国队的队长，也会有一定压力的。我的目标是整个中国队赢。要是我们中国队这一次赢不了的话，我以后永远不来最强大脑。没有必要啊，我们失败再来嘛，从头再来嘛。刚才那句话呢，是你自己的选择，但是这种选择不要转换对你自己的压力，这是很重要的，好吧？林建东当然压力非常大，因为我知道他很想赢，这跟去年的战绩有关系，而且他又是队长，看得出来压力真的很大。今天这两位天才即将挑战的项目的规则是什么呢？一起看一下。泰森多边形，今天两位选手将共同解构泰森多边形，在若干随机点中将相邻三个点一一相连，形成若干三角形，并绘制出所有三角形外接圆的圆心。
将这些圆心相连，形成了多边形，我们称之为泰森多边形。每个泰森多边形中仅有的一个点叫做离散点。以此方法类推，依次连接外围若干相连点，构建成若干三角形，并取相连三角形外接圆心进行相连，可以绘制出无数泰森多边形，并得出对应的离散点。嘉宾在空白大屏一侧任意位置定一个点，将该点作为一个泰森多边形的离散点，大屏随机生成若干离散点作为干扰项，在另一侧大屏中有且仅有一个离散点，与嘉宾指定离散点所在的泰森多边形完全一致，其余离散点所对应的泰森多边形各不相同。选手在十分钟内仅观察离散点，在脑中构建图形，找出能形成两个完全相同泰森多边形对应的离散点，比赛以抢答形式进行，抢到答对得分，抢到答错扣分，三轮后决出最终胜者。好，桃子，刚才看的规则你看懂了吗？泰森不是一个拳王吗？是，就是我大概只了解到他讲的泰森多边形，接下来我就迷航了，就整个规则那个部分，这个好像我觉得大家会要解释一下，不然电视机前面观众朋友应该会就是现在一片迷雾当中。其实泰森多边形的概念看起来比较难懂，但是泰森多边形在我们的生活中的应用非常广泛。比如说我们一个城市有大大小小很多气象站，你可以把每个气象站看作一个离散点，每一个气象站采集的数据它能代表的区域就是它所在的泰森多边形。再比如我们国家游泳中心水立方的外墙上面有很多看起来不规则的形状，那其实也是泰森多边形。好，两位选手请你们坐上东风标致508挑战节奏。好，那么两位选手我再提示一下，一旦你们发现目标并且确认的话，你们按下你们身前的停止键，你们必须在一分钟之内锁定目标，请使用激光笔锁定目标，我们后台的工作人员在经过您的确认之后会锁定这个目标，我们来验证答案是否正确。接下来 Dr. Wei，开始生成题目。很多人觉得这个项目跟陈志强的星际迷航很像，但其实完全不一样。首先，星际迷航左右两屏的星空是一模一样的，所以你需要用立体视觉完成挑战。那这个挑战项目呢，首先屏幕上的点是随机形成的，选手不知道他的目标泰森多边形在什么地方，他需要根据屏幕上的离散点脑补出所有泰森多边形的形状，然后找出左右两屏中间一模一样的泰森多边形。你要怎么去找，然后你脑中要怎么去这样绘图，因为确实那个已经密密麻麻了，感觉这个项目又要害死密集恐惧症患者。天才之间的游戏真的有一点看不太懂。好，请两位到答题区就位。3, 2, 1, go。这么多密集的点的话，实际上相当的复杂的，而且还要经过一个推理的过程，所以说难度是特别大的。
当我看到那个画面，我大概知道这一次这个题的难度是非常非常的高，找到这个答案在短时间里面不太可能。看到中间的实际上是会开始进入一种比较混乱的一种状态，太时间太短了。对，我也觉得。很难讲这到底是怎么找，所以还根本不是我们的理解。你看到两个天才已经被那个脑汁都已经要喷出来了。一分钟。30秒。5、4、3、2、1，起走。非常辛苦，两位。两位选手在规定的时间内呢都没有完成。Robert， 你有没有锁定一个答案？没有。林建东？没有。没有。好，答案到底是怎样的？我们来看一下答案。我们将所有的相邻的离散点相连。下面我们开始生成泰森多边形。我们请后台开始验证。看到两位这个世界顶尖的选手没解出来的时候，其实我们就有一点觉得啊，这个题目是不是真的太难了，连高手都解不出来。其实这个结果没有太出乎我的意料，因为我们在设计这个项目的时候就担心选手能不能在限定的时间内完成挑战，所以我希望他们在后面的比赛中间能够早早的进入状态。前所未有的项目难度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状况，两位选手竟然在第一轮都没有找到答案。接下来请张教授出题。那么接下来的挑战，他们是否能够进入最佳状态，攻克这泰森多边形呢？用脑时刻，多喝六个核桃。 3 2 1 go。队长还是一如既往的很进入那种思考的状态，我想他现在脑子里面应该也是在飞速的去运转的。The second round, I was extremely confident. That's what my brain was saying. 我的 strategy is to go through every single point and exclude all of the points. So in my head, I have a lot of shapes. 罗伯特 is very good at focusing and concentrating. I'm sure he can win. 请指出第一个点 ，Robert， the first one， yeah。Yeah.
请工作人员锁定。现在请点下一个点。好，锁定。萝卜的方丹呢已经答题完毕了，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开始验证。那么首先呢我们将所有的相邻的离散点相连，下面我们开始生成泰森多边形。我们请后台开始验证。好，这个点是对的。对，两个点。好，我们将两个泰森多边形看看是否能够重叠。重叠，成功。Well done, Robert. 恭喜 Robert 1-0，暂时领先。不过没关系，因为我们有三轮，两位选手都还有机会。建东，准备好了没有？我想给我一点时间冷静一下。那时候 Robert 先找到答案，对我来说绝对有很大的压力，因为从几率来算，你要超越他，反过来超越这个事情一点不容易。第三轮是非常关键了嘛，林建东必须要拿下一轮，这样的话呢才能逼平英国队，进入到后面的加时，在加时环节当中我们还有机会赢。林建东，我跟你说一句话，就不要影响心情，那你保持自己的心态，我们继续。最后一轮的形势很严峻，因为这一轮就决定着第一场的胜负。没关系，我们还有机会，才一分而已，希望队长能够反败为胜。接下来这第三局会鹿死谁手呢？我们马上一见分晓，请两位坐上东风标致508挑战节奏。接下来我们有请桃子出题。现在我们请后台的技术人员开始生成题目。其实我觉得桃子这个题目出得太刁了，因为恰恰有一个相关的离散点落在了边线上面，这样很容易被选手所忽略，对选手的观察就提出了很大的挑战。好，现在我们有请两位到答题区就位。两位，听我口令 ，3, 2, 1, go。他手一直在抖。我在观察过程当中，我必须要思考一下到底哪个位置先看才是最有利的，时间对我来说非常重要。
I think while the challenges may still be similar, it's just getting harder and harder for the competitors. Yeah, the longer it goes on, the more nerve-wracking it gets. I really couldn't say who's going to win.在时间一点一点过去的时候，对我来说的压力确实非常非常的大，所以我必须要加快我的寻找的速度。请林建东标出第一个位置。这个位置好，请工作人员锁定，锁定。首先请将所有相邻的离散点进行连接，请生成派森多边形，并将离散点隐去，开始验证。这个罗伯特方丹的冷静的表现呢，表示鼓励。好，三轮之后依然还没有分出胜负，那么看样子我们是要进入到加试阶段了。两位准备好了没有？现在其实我看东西已经看不清楚了。这个精神化的非常厉害，就因为做这个其实非常非常的累，所以其实这个不能强做，做几个就已经差不多了。What do Robert think? I can't remember. the final round was very demanding. It was a lot of strain on the eyes, and I was very relieved when it was stopped. 不能再这样做下去的。经过三轮的比拼，两位选手依然没有决出胜负，但过多的体能消耗已经令他们没有脑力进行加试。 Dr. Wei 与国际评审在现场进行了紧急商议。好， This is an extremely difficult task. It's an unusual task, a very special task, and that it requires a combination of skills. We should applaud both of you. I mean, it's just an extraordinary performance. 但是我们比赛总要有一个结果，所以这个结果由您来定夺。I think we pushed both of these individuals to the point of exhaustion, and the only fair thing at this point is to call it a draw and to give a point to both teams. 好，现在我们可以看到双方1-1战平，各为自己的战队获得了一分。我们感谢两位选手。好，请两位选手回到备战区观战。
接下来即将出战的是英国战队的队长卫冕季王 Mr. Ben， 出战他的是中国战队的光点魔法师苏清波。My name is Ben Fitmore. I work as an accountant, but I have a super brain that most people don't have. I have fun taking part in memory training. It brings me energy to compete in memory competitions, and that makes me one of the world's best memory athletes. I hold Guinness World Records for memorizing more packs of cards than anybody else. I have some records that have stood for many years.Last year, I led the British team to defeat you. I've heard that this year, the Chinese team is stronger than before, but the British team is also more powerful than ever. As long as I am the leader, you think you can beat us? No way. 光点魔术师苏清波，我曾输给权威。首次挑战，功败垂成。嘉宾评委力挽狂澜。成就本季最强大脑唯一爆灯返场选手，但我绝不认输。他重振旗鼓，满分表现战胜权威。面对曾经打败中国的强敌，他将化身复仇者，以牙还牙。老板，这次会让你加倍奉还。拆弹专家，中英大战再起风云。两国各派出一名脑力特工执行拆弹任务，在国际评审的监督下制作了100枚炸弹，每枚炸弹由4种颜色组成，所有配色不重复，全部放置于炸弹墙上，左右两边各放置50枚，一边需要剪断红线，另一边则需要剪断蓝线才能解除危险，记忆时间仅为5分钟，之后100枚炸弹将被评审打乱并转移至拆弹桌。两名脑力特工根据之前记忆分别从左右两端进行炸弹拆除，拆除成功亮绿灯，拆除失败亮红灯，过程不可跳跃，直到两人碰面拆弹行动结束，安全拆除炸弹数量多者胜，若拆除数量一致，则交由国际评审定夺胜负。好，我们有请英国战队的队长卫冕记忆王 Mr. Ben， 以及中国战队的光点魔法师苏清波。加油 ，Come on Ben。那么这个舞台你不陌生，但是还是要给大家做一个自我介绍。I'm Ben Fridmore. I'm the captain of the British team. I'm very glad to be back here again, and I very much look forward to competing against my young opponent, Su Ching Bo. I know you've come through a lot of competition to get here. I understand why your captain has put you up against me. 好，来给大家做个自我介绍。大家好，我是苏清波。在这个舞台上，我一路披荆斩棘，在争议中前行，经受过多大的诋毁，就能接受多大的赞美。今天的胜利将属于我。这个话好像是说给这么多位听的哈。没有。我觉得他的能力是也是让我们瞠目结舌，当时。而且能够跟这个 Ben Pridmore 来对战哦，事实上他的记录还有他之前的这些表现，我相信你一定也很清楚吧。Ben 在那个脑力界的话，实际上他是一位祖师爷一般的人物。我们在脑力界的话，一般提到 Ben 的话，都会对他特别尊敬，并且他也是前两季的最强大脑的选手里面最为出名的一位。但是我想说的是，我觉得我现在还能站在这里的话，不仅仅是运气的问题，所以在脑力竞赛方面，不管对手是谁，我都绝对不会手软的。哎呀，好，我想问一下各位，一位是脑力界的老将，对吧？祖师爷级的人物，一位可以讲是脑力界的新秀啊。所以你对接下来的较量，你的判断是？其实你说 Ben 是祖师爷级的人物，其实他跟我同龄啊。他跟我同一年生的。真的吗？真的，对。Okay. 所以我们不能以外貌来评价人。OK。你什么意思啊？人家怎么同什么你怎么长成那么老？
他怎么长得那么年轻？我也很奇怪，对。Ben 是主席人物，因为他很早就参加比赛，他的排名非常高，他战胜了很多选手，也有他的世界纪录，他是个天才。但是苏清波，对，你别忘了我们这位选手，他的年龄跟我一样。他苏清波其实我们也是有目共睹的，他在挑战赛中间第一轮失利，但第二轮我们嘉宾给他爆灯以后他重返赛场，我至今都难以置信他能够把那个挑战给完成。这是我说了本赛季唯一一个值得我打十分的项目，所以今天让我们只能够拭目以待了。各位对挑战的规则还有什么疑问？就是那个刚刚讲的颜色到底是有几个颜色？总共有九种颜色，然后每一个炸弹上面有四个颜色，这四个颜色是不重复的，总共有3204种可能性，然后我们选择了100种。所以它可能是红黄蓝绿，而不可能是红红黄黄。对，没有重复的颜色，四个颜色是不重复的。对，张教授，今天这个因为拆弹部队，大家观众一定要理解，这是一个道具啊，现场不会有任何的危险。没错，请两位走上观察位。好 ，Mr. Ben， 准备好了没有？I'm ready。 苏清波先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准备好了，听我口令，5分钟限时记开始。I think the most difficult thing in this challenge is because each bomb has 4 different colors, so there's a lot of combinations there to memorize in just 5 minutes. I think that's the hardest part of the challenge. Two 位选手需要在5分钟的时间内记住各自面前墙上每个炸弹的颜色排列信息。他们记忆的精准度将会直接影响到后面拆弹的准确性。10秒，5秒，时间到。好，接下来呢，请两位坐上东风标致508挑战杰作进行整理。接下来我们请四位嘉宾为两位挑战者出题，有请。所有的炸药都给它全打乱了，就是左边放右边，右边放左边，不同色块都给它打乱嘛，就是尽量的让它保持最大难度。OK， 好，谢谢几位评审。接下来我们请科学助理将炸弹与警报器进行连接。其实两位选手只要观察自己墙上的炸弹，比如说苏清波他只要观察红墙上的炸弹，那在他提取记忆的时候，他只要确定这枚炸弹是红墙上的，他就剪断红线；另外一枚炸弹如果不是他记住的炸弹，就剪断蓝线。而老本只要做相反的就行了。主持人，100颗炸弹已连接完毕。接下来我们请科学助理为两位选手摘下防干扰耳机。两位选手到底能给自己的战队带来怎样的一个分数？请我准备好了没有？准备好了。
Mr. Ben 准备好了没有 ？Ready。好，用脑时刻，多喝六个核桃。Three, two, one, go。在这个观看这个过程当中，发现他们剪得非常快哦，你可能就会觉得很简单，但事实上他们每剪一组都要提取一组记忆的讯息，所以事实上是困难的，但他们居然可以，哇，简直是秒杀的快速的剪，可见他们真的是非常的厉害。发现我的速度是比他快的时候，心里面的担心才渐渐的放下来。这个项目最刺激的地方就在于，你捡的越多，留给对方捡的就越少。他们两个一开始捡的时候背对背，其实谁都看不到谁啊，所以说没有办法看到对方的进度。从拐角拐过来的时候，这个时候才看到自己的进度和对方的进度，这个时候呢发现自己落后了，所以他心理压力肯定很大。后面的时候呢，我们发现呢，我们的选手清波呢，他剪的速度是快的非常多。那虽然快，但是我们不知道他正确率会不会是赢过本，所以这个还是蛮令人担心的。要旅游找途牛，牛人专线品质游。广告期间别走开，打开微信摇一摇，途牛现金红包领不停。看最强大脑，选牛人专线。六个核桃，最强大脑，精彩稍后继续。最强大脑独家旅游合作伙伴，途牛旅游。六个核桃，最强大脑，最强大脑由核桃乳领导品牌六个核桃独家冠名播出。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谁是最后的赢家？请回挑战位。
我们看到一百个炸弹，中国选手苏清波呢拆除了54个，而英国选手笨呢共拆除46个。那么到底他们各自正确拆除了多少个炸弹呢？我们就从拆除炸弹总数比较少的笨这边开始验证。一号红线，二号红线，三号蓝线，四号蓝线。好，我们在验证到第四个炸弹的时候呢， Mr. Ben 不正确。 I was disappointed to find I'd made a mistake so early on, and so from that point I'm playing catch up. I have to hope that he makes more mistakes. 来继续。五号蓝线，六号，七号，九号，十二号，十五号，二十号蓝线。好，我们验证了前20个炸弹，而 Miss Ben 呢20错2。我们继续下去。21号蓝线，23号。在接下来的验证中 ，Ben 又分别在第25、28、31、39号炸弹上出现失误。46个炸弹中，共计6个未能正确拆除。好，我们可以看到英国选手笨正确拆除炸弹的总数呢是40个，那么有6个出现了错误，那也就是意味着中国选手苏清波只要正确拆除41个炸弹就赢得了本轮的胜利。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开始验证苏清波的答案。本在脑力界是祖师爷级的人物，他有丰富的经验和非常强的能力，但即使是他也错了6个，所以我现在非常担心苏清波的正确率。请开始。一号红线，二号红线，三号蓝线，15号红线。好，苏清波到15号的时候出现一个失误。16号、17号、18号、20号、24号蓝线。到24，苏清波失误。25号、26号，苏清波26号失误。错3个时候，实际上我心里面是有一点发慌的，因为我担心我后面的话也会出现错误的答案。来，我们继续。27号蓝线，28号，30号，33号，37号，38号，40号，41号，42号。正确。好，那么到现在为止呢，中国选手苏清波已经正确拆弹39枚，那么对他来讲也就意味着他接下来的验证当中只要正确拆弹2枚就赢得了本场对决的胜利。那么苏清波是否能够战胜卫冕记忆之王笨呢？我们接下来继续验证。43号，43号蓝线，正确。来，最后一个很重要 ，Mr. Ben， 要有信心。苏清波，你到底正确不正确了？来，最后一个绝对正确。44号，
蓝线。好样的。好，尽管双方的胜负呢已经有结果了，不过呢我们还继续把苏清波的答案验证完。45号、46号、50号、48号。好，他一共猜对了49个，我们恭喜苏清波。好，请两位选手到舞台中央。好，我们恭喜苏清波在这一轮的比赛当中为中国战队赢得了关键的一局。同时我们也对 Mr. 本精彩的表现表示鼓励。好，你现在的感觉是？其实我一开始也没有绝对的把握跟胜算，我觉得我还是有运气成分在里面。It's nothing to do with luck. My opponent very much better than me. 他苏清波是不是我们第一个爆灯成功复活的选手？对，唯一一个。啊，如果没有第一次我们俩爆灯，他复活不了。所以我们要爱惜人才，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在。同意，同意。好，现在我们来看看两队的成绩。现在中国队暂时以2-1领先。好，我们再次的感谢两位选手精彩的表现，谢谢你们。我们来看一下备战区。好，英国战队即将出战的是神奇骇客马龙。中国战队即将出征的是光影控梦者申一帆。My name is Marlo Knight. Although I just started to train memory techniques 2 years ago, I won the Cambridge Memory Championship last year, and I won the UK Memory Championship this year. I have a perfect copy of the real world in my mind. I am the master of this world. In the mental world, I want to make something happen when something happens. Chinese team, welcome to my mental world.I will give you a warm welcome, but I will also give you a gift of favor. 光影控梦者申一帆，精准破解手影迷阵。书，5岁上学，2岁保研，长这么大，我从来没有输过。晋级赛中，任光影变幻，瞥一眼便知手指奥秘。中英复仇，荣誉之战，一举挑起应战大梁。今天我要续写不败神话，让你们尝一尝输的滋味。大脑的秘密花园，涂色风潮源自英国，席卷全球。最强大脑独家设计大脑主题填色图案，包含脸谱、扇子、扑克牌、骰子、魔方等经典项目元素，共计300个色块。色彩仙子带领50名驻外小画家提前拍摄涂色短片，他将60根不同颜色的蜡笔随机发给每位小画家，协助他们将黑白色块变成五彩缤纷的大脑世界。两位选手现场观察50台电视机中的涂色短片，将小画家、蜡笔颜色及色块位置信息一一匹配记忆。随后，嘉宾随机选择一位小画家，两位选手计时找出对应蜡笔及色块位置。三者匹配正确一次得一分，正确率优先，若正确率一致，用时短者获胜。好，我们有请英国战队的神秘骇客马龙和中国战队的光影控梦者申一帆。加油加油。
Hello， 你好。Hello， 一帆你好。江师好。好，来给大家做个自我介绍啊。So I'm Marlo Knight. I am the UK memory champion, and I work as an inspector in the casino. 哎，介绍很简单。来，申一帆也做个自我介绍。大家好，我是申一帆，现在21岁，正在上研一。我首先要问一下一帆，对咱们马罗了解吗？有了解过啊。马罗在英国是排第三，也拿过英国的记忆冠军，而且他在魔方色块当中是排名世界第4。哇，掌声鼓励一下来。那么我想问一下马罗，你对这位年轻人了解吗？ I know he's very good and with youth on his side, I expect him to be very fast in the challenge as well. 你觉得自己胜算有多少？ A lot.I felt nervous and I felt a little bit of pressure. I knew I needed to win my challenge. 自信给自己打一个百分比的话，就是也可以。其实作为第三个出场的时候，压力还蛮大的，因为如果输了的话，就又被英国掰回去了。既然是中英对抗赛，我觉得不管是多大的挑战，我都会上。哎呦，好！中英对抗赛的第三轮，到底最终的结果如何？我们。马上就见分晓，请两位坐上东风标致508，挑战节奏。好，一帆准备好了没有？准备好了。马罗准备好了没有 ？Yes。好 ，3, 2, 1，试射开始。两位选手需要在5分钟时间内记住60支彩色蜡笔的颜色。面对这些色彩区间非常相近的蜡笔，他们记忆的准确与否将直接影响到接下来挑战的成与败。5, 4, 3, 2, 1，试色，时间到。好，你看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准备好了，马罗准备好了吗 ？Yes。好，非常轻松啊，两位选手。接下来 ，3, 2, 1，Go。哇，这些小朋友都好，小朋友很可爱啊。只看到这个项目的时候就想说，这个小孩一直晃来晃去，还要去记住他的脸，那我觉得这个难度就已经很高了。这个项目的难度呢，在于蜡笔的颜色非常多，而且小孩子们都在动。就是我发现有些小朋友他会选好几个不同的色笔，这个每一个人都不一样，而不是说一个人只能拿一个颜色。电视墙上50个电视，然后选手来回跑，试图在短时间内把所有的信息都记住，因为他需要匹配3重信息。第1重信息是小孩的面貌，第2重是蜡笔的颜色，第3重是涂的色块的位置。所以这3重信息要联合在一起，记住，对他们挑战非常大。比赛的时候，你看多了以后，就发现他每一个人的策略都是不一样的。申一帆他经常去看大屏。但是像这个马罗有可能在赌场里边他经常看这种监视屏，所以他已经习惯于这种多屏同时观看。我觉得这是不同的策略吧，因为大屏幕看得比较清楚，但是小屏幕又记的信息比较多。
在有限的时间内，两位选手需要记住50位小画家的面孔和他们手中蜡笔的颜色以及所涂色块对应的位置。在面对如此困难的挑战中，两位使用不同观察策略的选手，究竟谁能在最终挑战中获得胜利呢？好，观察结束。电视机墙的画面呢已经播放完毕，现在有请两位到挑战位进行整理。那我们请科学助理为他们戴上防干扰耳机。好，大家可以看到呢，在我身边的就是50位小朋友用1到2支蜡笔不等完成的《大脑的秘密花园》。接下来我们就请国际评审为两位挑战者出题。主持人，国际评审已出题完毕。好，一帆准备好了没有？准备好了。马洛准备好了吗 ？Yes。好，右脑时刻多喝6个核桃。Three, two.One, go. 选手答题完毕，用时52秒37。选手已答题完毕，用时1分45秒80。好，接下来我们请科学助理选出他所挑选的这位小朋友的蜡笔盒。我们来验证一下两位选手所选择的蜡笔的颜色是否正确。我们从用时比较长的一番这边开始验证。那么我们再来看看用时比较短的马罗所选择的蜡笔。好，我们一帆选择的是一支蜡笔，而马罗选择的是2支蜡笔，答案明显不同。好，现在我们可以揭开国际评审所挑选的蜡笔盒。非常遗憾，这个一帆呢所选择的这个蜡笔呢是错误的。其实申一帆一路走来都没有输过，但是后来我们看到他这个答案揭晓的时候几乎沾不上边，怎么会这样呢？
只要马罗在碎片的位置当中回答是正确的，那么就获得一分。根据规则，蜡笔颜色正确并不意味着成功，此刻马罗还需要验证所选色块正确一处即可获胜。接下来我们请科学助理指出马罗所选择的第一个涂色碎片的位置，这个位置我们请科学助理在大脑秘密化验当中找到相应的色块。好，国际评审所选择的小朋友的名字的缩写是 LSR， 我们来揭开一下看看是不是呢。LXR 来，正确。好，我们恭喜马罗，当然我们也对一帆的非常辛苦的努力表示我们的感谢。我想问一下一帆，在这个过程中自己有什么地方是疏忽了吗？可能最上面一排有的颜色就是看不太清楚，然后记的时候有可能它移到大屏幕上面的时候，然后我就要马上看，然后它有几个都是一起移的，然后我有的来不及，然后大部分应该都是对的。所以就是运气不好，刚好抽到那个你比较没把握的是吗？我还是要给我们盛一帆就选手一个掌声，因为他其实还非常年轻，今天是输在一部分在经验上面。这个经验不光是在年轻上面，恰恰因为在英国玩魔方色块这个项目在他们那边比较流行，而且他是世界第四位的选手，所以一是在年龄上面，第二是在这个项目的经验上面他也有限。先不用担心，你还年轻着，以后还有你很多展现的机会。好，谢谢，学习一个经验。那么我们再次的恭喜马罗赢得了这一轮比赛的胜利。Thank you. Thank you very much. 好，当然我们对一帆的顽强的表现表示鼓励。好，我们请两位到备战区观战，请。现在又打平了，然后我还没想好下一个对战队员应该是谁。徐帆，徐帆，没关系，第三轮输的没关系，第三轮完全没有输。我从小到大一直都很顺利，国际赛我肯定是拼尽全力想去赢。我的字典里没有输这个字，今天也不会例外。但是没有想到结果却输得很惨。恭喜马罗，很愧对队友。比赛还没有结束，我肯定要回到战场为队友加油打气。最后一场不管谁上，都希望中国队能够赢回来。好，我们都了解了，中国战队对战英国战队，现在已经是战到了2-2，所以这一轮呢，对两个战队来讲都至关重要。那么，英国战队即将出战的是哪一位选手呢？我们来看一下。My name is Henry Bull. I'm 13 years old and I'm from Great Britain.I took part in the UK Stores Memory competition, and finally, I was ranked in the top 8 in the entire country. I'm also quite a curious boy. I like to solve every problem I come across on my own. For example, why do aeroplanes fly? Why is there wind and rain in the universe? And why do apples fall from the tree?
If your challenge is contested, you better be prepared. 那么，最后出场的这两位选手即将挑战的项目是什么呢？请看。熊猫去过哪儿？100只可爱的国宝大熊猫随机摆放在舞台上，两位选手限时10分钟，观察记忆大熊猫及对应位置，由国际评审随机指定一个目标熊猫，并移动该熊猫至其余任意熊猫所在位置，随后嘉宾再将其任意移动3次。选手观察目标熊猫初始点，即时找出目标熊猫当前位置及依次去过的地方，正确率优先，若正确率一致则用时短者胜。观众朋友们可能已经注意到了，中国战队是以3-4，那么接下来中国战队会派出怎样的选手呢？因为这一轮决定的中国战队最后在对战英国战队的过程当中能不能胜出。各位，你对中国战队有怎样的建议？我觉得要把这个决定交给中国战队的队长林建东。好，那么既然交给了林建东，我们来问一下林建东。建东，你必须要做一个选择啊。如果这个项目的话，我相信我会派我觉得林建东肯定会自己上，因为一个呢他是队长，再一个他的能力也是最强的。我会派要旅游找途牛，牛人专线品质游，广告期间别走开，打开微信摇一摇途牛，现金红包领不停，看最强大脑选牛人专线。6个核桃最强大脑，精彩稍后继续。6个核桃最强大脑，最强大脑由核桃乳领导品牌6个核桃独家冠名播出，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好，那么既然交给了林建东，我们来问一下林建东。建东，你必须要做一个选择啊。如果这个项目的话，我相信我会派我觉得林建东肯定会自己上，因为一个呢他是队长，再一个他的能力也是最强的。我会派申一帆去做。我们一直以为林建东是队长，他自己会担任这个重任，尤其是已经打平的状况下，那结果他选择了一帆。那一帆是刚刚才比完而且输了。我想问一下一帆自己现在的状态如何？就刚刚比赛那个项目其实也就是对脑力消耗挺大的，所以有可能会对这个项目的记忆造成一些影响。因为我们知道参加脑力比赛一个项目接一个项目其实非常的耗我们的精力，刚才申一帆刚参加了一次挑战，为什么继续选他呢？你是参加的是第一次的挑战，现在已经第4次挑战了，你的休息的时间比较长，而且你的记忆能力也不错，我觉得你也合适。林建东不是说他是世界上最聪明的人吗？世界上最聪明的我相信也能够完成记忆的挑战。今天的挑战的顺序其实特别的适合林建东上去应战，因为他有充足的时间休息。建东啊，佘太君金兵压境，大敌当前，我不挂帅谁挂帅？我不出征谁出征？啊，作为队长身先士卒，走。I did not want Jen Dun to be my opponent, because if he was, I expected him to be very experienced and so would I likely be a very tough competitor. 其实是这样的，我们三个人去讨论不同的项目，然后讨论我们各自的能力。其实我现在是非常清楚，非常了解，所以如果是熊猫这个项目的话，我还是觉得应该是由申一帆去做。那一直没讲话的清波呢？觉得呢？
其实看到队长说要申一帆出战的时候，我会觉得有一点不合适吗？因为申一帆刚刚那一轮才战过，而且我觉得他的信心可能有一点动摇了，因为表现没有那么的好。那我觉得是不是苏金波比较适合？因为毕竟他也休息过了。那个，因为刚才那个项目下来，然后实际上我也有一点累，我觉得可能，我的把握好像不是太大。把握不是太大，好。那么我们没有时间了，我们也不可能无限制的等下去，因为对英国战队是不公平的。大敌当前，我很失望。我没想到还有这种状态，大战之前了还在讨论谁出战。我给林京东说一句话，我觉得有一句英文是这么说的 ：With great power comes with great responsibility。就是你的权力越大，你的能力越大，你的责任越大。我在上一赛季中国最强大脑战队的队长是王峰，王峰在德国战中间以一敌二，而且全赢了。胜者是王峰，这叫队长的责任。如果按项目的话，其实这个确实是申一帆最适合的。我们中国战队的历史，队长总是肩挑重担，在最危急的时候，队长应该出战，所以我相信他能够完成这个挑战。但是非常遗憾，可能是因为怯战，也可能是因为他对担当中国战队队长的职责的决心不够吧。一帆，我知道你很辛苦，在前一场的记忆量非常大的那个项目当中，你的体力精力消耗得非常多。但是我要说的是，如果你不出战，苏清波不出战，林建东不出战，我们就弃权。我们胜利的果实拱手让给英国战队。As the captain, he should have taken the responsibility of taking a second one. He was weak in a way that he did not want to take a second one and was instead volunteering their youngest and most inexperienced member. 我知道今天申一帆其实是非常累了，我们要考虑他现在的脑力的状况怎么样。当然，如果申一帆能够出战的话，他就是挽救中国队的英雄。我愿意出战，我愿意出战。好，愿意出战。好。蒋老师说，如果大家都不应战的话，中国队就相当于是弃权。我就觉得，最起码不能让别人不战而胜。个头不大，但是的确是一条汉子。掌声再给他。好。他即将对战的对象是英国战队的超能小绅士亨瑞。是英国战队的超能小绅士唐瑞，以及刚刚结束战斗的中国战队的申一帆。加油！加油！我知道马不停蹄，而且呢，这个消耗能量非常大。那么申一帆对你来讲有点勉为其难，我想问一下你现在的感觉。因为去年输给英国队了，所以其实今年我非常想中国队能够赢。尽管我有一点累，但是我会全力以赴。好，好。Harry， 你是第一次到中国来吗 ？Yes, this is my first time in China, but I come here with meaning. I want to avenge my mentor who lost last year. 你的师傅是哪一位 ？James Patterson is my mentor. 啊，我记得，也是一位拆弹专家。彭瑞。你对接下来的比赛的胜算大概是多少 ？I'm very confident that I can win this. 那么，请两位登上中国标准508，挑战节奏。I was feeling quite glad about the decision because it seemed, as I say, that he would be their weakest link.And so I thought, okay, I stand the best chance of winning and bringing our team to victory. 一帆，准备好了没有？
准备好了。Honey 准备好了没有 ？Yes。两位，听我口令，现在是你们十分钟的记忆时间。Three, two, one, go。Henry will be great at this challenge. His speciality is memorizing objects.我觉得体力跟脑力都是令人担心的，因为他是不是还能把刚刚那些什么英文名字、小孩的名字、小孩的脸、色块、蜡笔全部要啪抛掉，然后重新去记一个黑白的东西。所以我想说，怎么办？两位选手要在十分钟内记住100个熊猫的样子。以及他们所在的位置，上一轮的挑战已经消耗了申一帆很多的脑力和体力，而现在面对如此大的剂量，他能否坚持到底呢？ 5 4 3 2 1结束。好，观察时间到，那么请两位选手坐上挑战椅，我们请科学助理为他们两位戴上防干扰耳机和眼罩。接下来我们请国际评审为两位挑战者选择一只熊猫，这个熊猫就作为开始旅行的熊猫。主持人，国际评审已选定开始旅行的熊猫，请国际评审指出咱们这一次旅行的熊猫它第一站去哪儿。主持人，国际评审已选择了第一站的位置。好，谢谢国际评审。接下来我们请科学助理将开始旅行的熊猫移到第一站。旅行的熊猫已到达第一站。现在我们请国际评审给我们指示旅行的熊猫要到达的第二站。快一点，快一点，我提醒其他评审就说快一点挑熊猫，就是因为咱们的选手太累了，他都快睡着了，所以我希望把评审出题的时间缩短到最小。接下来请科学助理为两位挑战者摘下防干扰耳机和眼罩。好，一帆准备好了没有？准备好了。亨瑞准备好了没有？耶、yeah. 准备好了，用脑时刻，多喝6个核桃。 3 2 1 go。其实场上的熊猫有一些是非常相似的，我们出题先选出目标熊猫，再把它的位置和另一只熊猫调换，
选手在看到起点处现在摆放的熊猫 A 之后，马上需要在脑海中搜索出来这个熊猫 A 调换之前的位置，并且找到这个位置，也就是熊猫旅行的第一站 P1。 而 P1 位置上熊猫是从 P2 调换位置到这里，于是就能找到 P2。 以此类推，需要找到之前起点上的目标熊猫现在所在的位置以及它去过的位置，所以挑战的胜负其实取决于你记忆提取的速度。32秒45，他这么快就完成这个项目的时候，我有点担心他是不是跟队长在赌气，那个样子不像是一个对自己答案很有信心的表现。我觉得申一帆呢，他不会消极应战的啊，因为他是一个有担当的小伙子，他有这个实力。I was thinking that since he rose so quickly and I didn't see him go back over, if he hadn't gone back over, he'd probably forgotten exactly where the first one was. At that time, I started thinking, okay, I'm not going to rush the rest of this. I'm just going to try and think this through and then hopefully end up with 4 correct answers.用时4分51秒04。接下来，请科学助理将用时较短的申一帆的答案进行覆盖。已覆盖完毕。好，我们就从用时比较长的亨瑞这边开始验证。到底正确不正确呢？现在，我们来验证第一站。主持人，英国选手 Henry 旅行熊猫的第一站位置在这一行第七个。主持人已找到选手给出的熊猫第一站位置，那我们请科学助理来进行验证。亨瑞获得了1分。好，接下来我们来看亨瑞的第二站正确不正确呢？在这一行倒数第五个。主持人并未找到第二站的位置标牌。好，第二站不正确。好，发送对方。好，现在我们来看一看亨瑞第三站的位置是否正确。这一行
第九个。接下来对亨利来讲也是关键的一次验证了，就是终点站的位置到底是否正确呢？开始。这一行第五个。没有找到终点站的标牌。好，接下来我们就开始验证申一帆的答案。那么第一站亨利回答的是正确的，我们来看申一帆的答案到底是不是这个位置呢？好，有没有？观众朋友们，由于 Henry 他答对了两个答案，那么现在申一帆第一题的验证是正确的，第二题的验证如果正确的话，就意味着他取得了这一轮比赛的胜利，因为他的用时较短。我们看一下申一帆的第二个答案。中国选手申一帆，旅行熊猫第二站的位置在这一排的第六个。已找到选手申一帆给出的第二站的答案。这第二站答案的位置到底是否正确呢？来，我们来看看，如果正确的话，中国战队就赢得了中英 PK 赛的最终的胜利。来，来，有没有？要旅游找途牛，游人专线品质游。广告期间别走开，打开微信摇一摇，途牛现金红包领不停。看最强大脑，选游人专线。六个核桃，最强大脑，精彩稍后继续。六个核桃，最强大脑，最强大脑由核桃乳领导品牌六个核桃独家冠名播出。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已找到选手申一帆给出的第二站的答案。这第二站答案的位置到底是否正确呢？来。我们来看看，如果正确的话，中国战队就赢得了中英 PK 赛的最终的胜利。来，来，有没有？战队取得了荣誉。好，当然我们也为亨利精彩的表现表示祝贺。那么观众朋友们肯定也想问，疲劳作战、疲惫作战的申一帆，后面两个答案是否正确呢？会不会给我们一个完美的结局呢？我们继续验证下去。来，接下来是终点站的答案，四个会全对吗？中国选手申一帆，终点站的熊猫位置在这一排的第五个。这个下面有没有呢？来，开始。
掌声，我们祝贺一帆啊。那么他实践了他的诺言，他要为中国的荣誉背水一战，我们掌声再给一帆。桃子，我觉得他们好辛苦，最后这个决胜的压力全部落在年纪这么小的选手身上。 Harry, I think you're so perfect, so great, 因为申一帆他那么快的写完了答案，他显然是被影响了，但是他好努力，他没有停，他没有放弃。那一帆更不用讲了，因为老实说我们在你赛前都很担心，不见得有这么看好，我们都知道你累了，是你坚持到最后，而且你每一个答案都对，你好棒，掌声鼓励。这个今天一开始大家极难险重任务面前，怎么你推我搡啊？我们解放军极难险重面前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铁人王进喜1205钻井队，我到那儿去看过，那个上面写着一句话是什么啊？井无压力不出油，人无压力轻飘飘。这铁肩担道义，一个21岁的小伙子把中国队的整个的2-2，这是关键破局，我们为他鼓掌。1分30秒，我不知道他刚才是怎么做到的，因为压力和精力有限，非常疲劳，全都压在他一个人身上，他还是交出了一份完美的答卷，所以我觉得我非常的感动吧，今天你拯救了中国队。本来前面是一平一胜，后面只要有一场赢了我们就是赢了，可是我还输了一场，所以我也只是把我输的一场扳回来了而已。我要替亨利说几句话，当2-2的时候，13岁的肩膀担负着挽救整个英国战队的重任，他才13岁，所以掌声给亨瑞。好，我们有请两队的选手到舞台中央来。中英战队经过了4场跌宕起伏的较量，最后的胜出方式，中国战队。好，我们也对英国战队精彩的表现表示衷心的感谢。何启平呢，你不要忘了，你今天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任务，就是要在获胜方的队员当中挑选一位能够参加全球脑王的征战。 These were difficult challenges. I would say that the most difficult challenge we saw today was the polygon challenge by far. But I think the person to go on is...申一帆。好，我们恭喜申一帆。好，我们请我们的国际评审给申一帆递上邀请信。接下来中国战队即将对战的是比去年的实力有所上升的日本队，那么中日战队将在这个舞台上上演怎样的精彩的世界脑力巅峰之战呢？让我们持续关注江苏卫视的《最强大脑》，我们一起拭目以待。感谢6个核桃、东风标致508、海澜之家、途牛旅游以及乐视超级手机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感谢北京大学心理学系、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院为本节目提供全程的科学顾问。登录微博参与最强大脑话题互动，为你喜爱的最强战队加油，赢取节目录制门票，还可以参与互动答题挑战最强大脑。感谢视频合作网站，登录优酷、土豆、爱奇艺、乐视网、腾讯视频，可以观看本节目的精彩内容。你可以关注最强大脑官方微博进行话题互动，打开新浪娱乐、腾讯视频、腾讯娱乐、搜狐娱乐、网易。
娱乐，凤凰娱乐了解节目信息。手机用户呢，可以下载有态度的网易新闻客户端，获取更多的选手背后的故事。还可以下载搜狐新闻客户端、新浪新闻客户端、腾讯视频客户端、腾讯新闻客户端、凤凰新闻客户端、今日头条一点资讯、扎克新闻资讯客户端，了解更多的节目资讯。你也可以通过最炫的明星粉丝娱乐互动平台大麦麦田参与互动，赢取录制门票。感谢蜻蜓 FM、 航班管家、高铁管家、百度百科、百度贴吧、猫扑、天涯娱乐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